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蛋总，在这里的那个做一个寻人启事啊，寻人启事来自我老家的这个王明涵，男，5岁，身高1.2米，失踪地点新乡县小集镇好春，然后失踪时间2015年7月8日晚上6点左右被人抢走。特征呢，不爱说话，上身穿蓝色小背心，下身穿黄色短裤，光脚。情况已经确认属实，请大家多留意。有看到的这张照片孩子的，就我上面这个孩子的这个王明涵的，可以联系我们下面的这个两个人，一个王磊13782558180，一个田静13849388218。如果发现呢属实的话，定重谢，好吧？谢谢所有的朋友转发。在这里呢，我也提醒咱们这个各位家长，暑假到了，看好自己的孩子，尽量不要让孩子单独出门啊！尽量不要让孩子单独出门。一首《天亮了》送给你们，唱得不好。看到的宝贝儿呢，看到的朋友呢，感谢你们转发一下，谢谢。那是一个秋天，风儿多么缠绵，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。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，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。就是那个秋天，再看不到爸爸的脸，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。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，你不要离开，不要伤害。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，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，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。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，妈妈笑了，天亮。只是一个夜晚，天上数星点点，我在梦里看见我的妈妈。哎，我就不唱了，咱们这个咱蛋家的兄弟们，只要看到这个，等会儿我转发神曲的话，我传播神曲的话，你们把这个神曲都转发到你的微信朋友圈，还有你的新浪微博、你的腾讯微博、你的 QQ 空间。我希望咱们家的所有宝贝都去转发一下，希望在场的所有游客们都去转发呀，谢谢你们，好吧。我再说一下孩子的特征，王明涵，他的名字叫王明涵，男，5岁，身高1米2，失踪地点新乡县小集镇好村，失踪时间2015年7月8日晚6点左右被人抢走。他的特征是不爱说话，上身穿蓝色小背心，下身穿黄色短裤，光脚。情况已经确认属实，请咱们看到的宝贝多留意，好吧？有看到的请联系我们下面的两个人，一个王磊13782558180，一个田静13849388218。感谢咱们所有的朋友的转发，感谢所有的朋友的扩散，好吧？谢谢你们。